就因为长期玩手机，我左手突然抬不起来了。最近一个月很少更新，我左手只要往上抬，疼的就像硬生生被掰断一样。我去看人家都惊了，五六十岁老人才会出现的问题，我居然会中招。而且人家还说，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有这种肩颈方面的问题。天天玩手机，工作长期对着电脑，平时感觉好像还 OK 是吧？打住！你现在试着用你额头，是不是觉得这里很酸痛？那你就要敲响警钟了。我最近算是神农尝百草啊，什么贴的、红外线按摩的全都整回来了。但是我没想到红榜就只有一个，就这个按摩仪，就外面做项目哦，五次就要1000多，他算下来一次也就2块钱，绝了！看到没，人家还可以按摩到斜方肌的，修饰肩部线条。哪个婆娘下次是想穿美美的吊带呀、啊？舒服，关键还有这本事的，我的手啊，现在可以这样抬到这个高度，虽然再往后还是会痛，但能这样我已经相当知足了。模式跟我去外面做的项目大差不差的，什么热敷、按摩店的推拿、揉捏体全都有。相比那种会刺痛的脉冲模式来说，它更像深藏不露的按摩大师，动作轻缓但内力深厚，慢慢深入放松。再把这个热敷一开，哇，就像热毛巾敷在脖子上，升级的一键绑带模式，边看电视边享受马杀鸡，那叫一个爽。老公打完球还会用它放松一下大腿跟腰，四舍五入，这不就相当于把一个按摩室带回家，照顾我全家，不是押韵了。母亲节还在头疼受啥的猪猪，你搞它就对了。反正呢，听劝啊，你再忙也要让身体放松休息，不要走我的回头路。再见，爱你们哟。